来到这边，然后让他们知道，哇，台湾人とても優しい，好吗？不然我们先练习一下，你们可以练习吗？就因为他们现在在那个帐篷里面，让他们先感受到我们台湾人的威力，尤其是台湾妹妹们，好吗？就是 OK 哦，哎，对，谢谢你，谢谢你啊，哎，你是日本人吗？哦，你是台湾人啊，谢谢你，很贴心哎，哦，你等下举高一点，我等下 cue 他看你这边，好不好？楼上的朋友也是哦，不要装没事哦，我看到你们了，哦，虽然说你们可能只是路过了，你们应该是路过吧。但很幸运，等一下就看到关汉跟清源小姐了。好，等一下，衣服我介绍说，我们最可爱的清源小姐要出场了，你们尖叫声势！太小太小，不行不行，这样我会不让出来。好，清源小姐即将登场，你们尖叫声势！可以，谢谢谢谢，尽可能小菊表现得很好，对，就你对，很棒。但是这边我觉得可以再大一点，不要害羞好吗？你身材很好，但是那个对你，对你核心，对，但大尽量大声一点 ，OK？ 好，各位同学注意哦，这边也注意哦，哈、哦，哎，是不是讲了讲了也快六点了？哎，要继续啊啊，嗨嗨，谢谢。好，那等一下希望你们也可以再更大声一点哦，我们要给日本伙伴满满的爱，因为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好，是不是要六点了呢？那我就要假装，就要直接开始了，自己剪接哦。还是我们有换你的感觉。好，现场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掌声鼓励！尖叫声来点，波浪叫声右边、上面。哎、欸、哦哇，这是谁落单？青春十八乘二通往有你的旅程电影的首映会现场，待会儿呢，我们在舞台上会有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我们的演员群、导演都会来到这边。那这部电影呢，是台湾跟日本共同合作孵化了近十年，是2024最值得期待、最浪漫、最催泪，也是最美好的电影。我来问一下大家好了，十八乘二有没有人现场是十八岁以下的？举手。啊，好年轻！有人会在里面。好，十八岁以上的，36岁，18到36之间。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是18到36岁区间，你们一定要进电影院看这个电影，因为就是在讲你我的故事。有没有人是36岁以上的？没有人要举，好，没关系，不要举，举了伤感情，伤感情，没有关系。好。不管是哪个年代，都很值得进电影院一看。或是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单身？你是单身的话，推荐你进电影院看，因为呢，去电影院之后就觉得哇，好，我要立刻买一张机票，通往有他的旅程。如果你是在跟对方暧昧的话，赶快3月14买起来，马上那个对方就会直接到手。但如果你是已婚的先生或是小姐，看完之后呢，立刻订一张机票，再去一次蜜月旅行。好了，现在呢，马上我就要欢迎我们的主创团队上来喽。手机，欢迎我们第一组的拍照嘉宾，让我们来欢迎齐明桑、许光汉，还有屈中恒、屈哥，还有玉芳、玉芳姐，还有曾孝忠、孝忠哥。我们欢迎四位一起到台前来。这是呢 ，Jimmy 的家人跟同事哦，欢迎孝忠哥，欢迎光汉。哥，我们一起往前来，我们先在这边没问题。好，我们先看正前方官方的摄影机，好，官方的哦。好，挥手这位，好，先可爱挥手，可爱挥手。好，正前方，然后穿黄色这位呢，他是动态摄影师，所以你们都可以一直动动动。好，眼神眼神，看完官方了之后呢，眼神慢慢往右边移点。好。那在戏里面呢，玉芳姐跟屈哥呢是一对夫妻，他们就是光汉的爸爸妈妈。然后左边，来左边，啊，我们先左边前排哈，然后等一下给左边后排。好，我们先眼神前排哦。好，前排给完一二三，好，来眼神往高一点，左边的后排那边。好，谢谢。好，右边再一次。OK， 右边再来一点点哦，中间来官方，我们再一个哦。好，玉芳姐跟屈哥要不要一个比一个爱心呢？你们是夫妻，
哦，对，合体爱心，对，好可爱。OK， 中间芬芳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后排的动态摄影机，也跟他们大大的挥手。这是我们的居民桑，他的家人还有同事，同事是上中哥。好，右边吗？右边在补相哦。好 ，OK， 谢谢所有媒体大哥，辛苦你们了。好 ，OK， 那我们先来上一下麦克风，先请台上的贵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那我们从区哥这边来好吗？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区中恒。金九三，谢谢，谢谢。最美丽的玉芳姐，大家好，我是许光汉的妈。应该要巴结我，没错，金九三。玉芳姐很聪明哦，你看，一定是两位高颜值的爸爸妈妈才生得出高颜值的许光汉，对不对？他有了，我还好。我们两个，我们刚刚有研究了一下，就凭我们两个人的身高，为什么会生出这个？那肯定，我鞋子，我这鞋子穿比较高，对。没有，肯定是，肯定是我的问题，对。肯定是他的问题，我严重怀疑他之前可能有跟什么孔刘啊，或什么交往过。有，应该有，你应该也不介意。对，好，要换光汉跟大家打招呼吧。哎，大家好，我是光汉。哎，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楼上一些咔咔脚，还有一些朋友。哎呀，上面还这么多人，还有哦。哎呀，没注意到呢。楼上还有，哎，好。哇，右边也有哦。哎，好，再来。我们的前辈少宗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少宗。那我在《青春十八》里面，我饰演的是从18岁到36岁，跟光汉从一起从学生时代到社会，对社会时代的风流。对，所以你们知道，因为18乘2嘛，就是他们等于是这两位要从18岁演到36岁。对，所以两位也是要从要演两位，没有我在想你们也是要演两位。那当然啊，一样一样。没有到两倍了，我们就是18年后嘛。对呀，没有两倍。对，那个已经不知道怎么算，那个数字算出来算是伤感情，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是36嘛，再加18嘛。对，好，那我们聊聊看好了，因为在戏里面呢，就是一家和乐融融嘛，对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拍摄的时候有感受到光汉的魅力吗？哎呀，真是个暖男啊！怎么说呢？光汉很有礼貌，我觉得，对啊，那个。譬如说我们拍一个镜头，然后卡了，然后我只是站起来一下而已，然后他也站起来，他不好意思，没事没事，说你说，真的，对他非常有礼貌，对，有长辈坐着我不好意思，就是长辈站站着不好意思坐，区哥站我就不会坐了，对，不是因为我可能太矮，没有了，因为坐着跟站着分不出来，是，那玉芳姐呢？我觉得他刚刚说很有礼貌这件事情就是。光汉的礼貌是时下年轻人都应该要学习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喊咖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忙，他自己就把自己当工作人员了，他也跟着帮忙在搬道具啊、搬椅子啊，就非常贴心的一个人。哦，因为听说他好像也有打工啦，你有拿薪水？没有，导演有给我一份工作。对，他除了演员的费用，也有拿场务的费用。哎呀，真的身兼多职。拿 double 费用，对。斜杠。对。没有啦，他真的是很棒的，就是年轻人，很棒的演员之外，也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对，大家都那在演戏的过程，那光看你说说看你这对父母有什么可爱之处吗？觉得想得起来吗？看到他们，因为我本来会想说啊。会不会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然后比较生疏的感觉？但我觉得不管是玉芳姐还是曲哥，都给我很多的爱，就是真的感觉很像我的亲生爸爸这样。是吗？对，就是家人。而且就是在台南拍摄家里的戏，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我可以安全的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就我很感谢他们的照顾，这样。而且两位也是算是戏剧界的大前辈，对，就是我们就是互相照顾来照顾去。那说到前辈，这位少宗哥也是前辈，你是日剧界的前辈，就是最会那个霓虹国小贝鲁，就是就职的人就是你了，哦，对不对？那在跟光汉在对戏的时候，因为也有到日本去取景嘛拍摄，对你来说是不是如鱼得水？
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跟光汉那时候我们在拍的时候是整个剧组拍摄第二天嘛，对，是第二天。然后我们的那一场戏正好是在新书的歌舞伎町的一个小酒吧，然后那天又是晚上，所以其实我们拍的时候大家是有一点战战兢兢。对，因为其实借这个场景，因为导演有说过，就是这一辈子能借到一次就是非常难得的。对，所以我们要很认真、很集中的把这场戏拍完。那个场地又很小，对，大家都围聚在那个里面，这样。对，所以基本大家都是一条通的。对，而且这场戏又是在讲一个我们未来人生要面对的责任的负担，所以我们都在一种有点凝重的情绪里面。对，所以那印象非常深刻。是，而且因为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就是其实要跨这个跨度要演到十八年，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光看你自己觉得呢？演这出戏对来说最大的难处是克服年龄吗？还是语言？就是又要演高中生，又要演高中生。对。那你们喜欢看光汉演高中生吗？哦，这边有十八岁举手。对，十八这边有十八岁的，他们真的十八岁哦。你也是十八岁。啊，我们乘以二，我们乘二的，我们是要乘以三。不要算，你永远十八岁，数学不太好。这个时候为失忆没有关系，大家都不知道。谢谢四位哦，我们很期待这个进电影院看到四位精湛的演出。那我们先谢谢爸爸妈妈还有少宗，谢谢，这个你休息一下，我们先留光汉在台上。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神户 KTV 酷北卡拉 OK 的。要欢迎他出来喽！最大尖叫声喽！欢迎清源果耶稣！正中间的官方摄影师 OK 的话，我们来右边，嗨，来右前方，好，神户 KTV 舞场，大家可以是比较活泼可爱的动作，尽可能卡哇伊，卡哇伊の感じ，给我卡哇伊の感じ，卡哇伊，神戸卡拉 OK の卡哇伊の雰囲気でお願いします。好，最左边，では左の方に、今度は左の方に。最左边，好，最左边的下方哦，最左边下方哦。他抖这样，嗨，两名，嗨，他抖，他抖，这个你们秀，他抖，好，左边正下方，左边的三楼的后面，お願いします。左边的三楼，好，一楼的左边正上方，我们看一下好吗？ムービーの、ムービーの下の手前、奥の方、奥のカメラの方に、这边那边右左前方高处，左边的，好，奥。你是可以给我们哈斗吗？哈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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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斗。好，那接下来右前方，右啊，右方，右的前方的后，右的前方的后。哦，倒过来的爱心吗？逆ハート是啊。观看常说想比三角饭团的。おにぎり，おにぎり，好，右前方。右前方一楼，右の前方の方お願いします。右の一階です。はい、手挙げてる方に。はい、OK。好，正中间，我们再回正中间一下哦。センターの方。センター。センターの黄色いベストを着ている方に。センター。回到センター，大家已经中午都没有梗了。讲爱心好了。会接下来哈斗，接下来哈斗，接下来哈斗，接下来哈斗。加一哈多，可爱。OK 的，好，谢谢大家，辛苦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那我们要来上一下麦克风。嗨，カヤさん、フェンスです、フェンスです。台湾から来ました。啊，台湾，今ここ台湾で。カヤさん、请跟大家打招呼吧。ヨハさん、挨拶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金元国耶，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头上，要挥手。大家好，大家好，嗨，有没有很漂亮？きれいですか？可愛い。みんなみんな、かんやさんのセンスですよ。ございます。不用紧张哟。みんな紧张，みんな爱你哟。Very 紧张。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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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这个掌声 is for you， 嗯，对 ，no no more no no more pressure， 好，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叫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看到妍飞啊，然后慧珍姐啊，然后还有桂毅，那我们从桂毅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在里面饰演阿威，我是桂毅。嗨，可爱，好，最可爱的慧珍姐。大家好，我是廖慧珍，在里面饰演的是淑仪。谢谢大家。你好，慧珍姐，穿得好亮眼哦，到哪里都是焦点，你就是 C 位。好，那妍飞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妍飞，在《青春十八乘二》饰演的是小婷。小婷，小婷刚出场的时候很可爱，被光汉说是不良少女。对，这么可爱，怎么会是不良少女呢？好，光汉在打。再打一次招呼吧。要吗？要啊要。哎哎，大家好，我是光汉。啊，好久不见。是居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久久不嗨。好，然后来问，从那个开雅嗓开始问起好了。就是啊，五位其实一起在这个神户 KTV 打工啊，很密集的拍摄，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撮影で印象的だったシーンは、私個人的に好きなのが。ピンちゃんがジミーと戯れてるシーンがすごく好きで、なんかその兄弟感というか、あ、こういうあったかさの中に日常がこう生まれてるんだなと思うと、すごく魅力的だなと思います。那我个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吉米，光汉饰演的吉米跟妍飞饰演的小婷，他们在打闹的戏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打闹的时候很像真正的兄妹。哦，然后我觉得啊，原来就是阿米就是在这样子热闹的环境里面打工的。哦，真的很像兄妹吗？嗯、就是真的在里面应该是蛮像的。真的哦，就是有一种互相觉得很欠揍的感觉。对，对对在里面，对啊，欠揍的哥哥，欠揍的妹妹。怎么说呢？具体说明，帮我们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比较欠揍，我都在欺负居民啊。怎么？为什么？因为他揍我都真的揍，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对，真揍。对对对。哦，所以其实相处起来大家就很和乐融融。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在神户 KTV 里面的戏、嗯，我觉得大家真的。虽然很多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不觉得有第一次见面的感觉，真的哦、就是默契都很好，然后大家也会彼此 cover， 我觉得非常享受当下的氛围。嗯，刚刚在后台大家见面也是真的好像好久不见的那种老朋友的感觉，慧珍姐对吗？是的，哦，那在拍摄这个 KTV 的戏，你在里面很瘦哦，这里有很美很瘦，谢谢导演，谢谢摄影师，有柔美到不行，那跟我分享一下。分享哦，我记得我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台南骑摩托车。哦，对，第一场戏就是 Jimmy， 对不对？然后 Jimmy 带骑摩托车是谁在谁？我自己骑一台，他们两个骑。哦，对对对 ，OK。我那台车应该没有办法再载别人。你有没有在够吗？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还是很美的。OK， 骑了一台。没有，可是你知道那一场戏啊，一开始呢？就是导演就是带那个阿米讲，就是想导览一下台南的风光。是，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还不熟，嗯，然后导演一那个一开机之后，这个家伙就冲出去了，哎、欸，他没有想到我要在后面追耶、欸。你说光汉吗？对，就开始飙车了。是听导演的指令，我说 start， 不是 start， 对，然后走出了感觉。然后你知道那个最重点是因为他只要一出去，然后。那个摄影师如果靠近，我就要慢下来，因为摄影师可能要拍他们特写。对，可是摄影师只要一离开呢，我就要冲上去。可是你们想想看，那一台摩托车载着我，怎么冲得上去？所以你还是有冲上来，你还是冲上来。有，你都没有听到那个摩托车在那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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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剧组最辛苦的是那台摩托车。喂，哎，他也尽力了。对啦，可以啦。我不知道他那一天之后有没有退休。金枝玉叶，但是其实在那个
神户 KTV 里面，其实就像现在这个氛围这样，就是大家会彼此开玩笑啊，然后呢彼此打闹，然后真的很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惠子姐也像姐姐一样照顾大家嘛，对吗？冠仪也问一下，冠仪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就真的就像戏里面的那个样子，就是照顾的照顾，然后打闹的打闹，玩的玩，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那种工作的感觉，反而就真的很生活化。哦，那跟这个这么美的清源小姐去合作，会不会有压力？近看她会快不能呼吸的感觉吗？所以我就是看到之后就马上就装嘛。装，因为会恥ずかしい。对，看到美女的自然反应。对，不，所以你不能站在惠子姐旁边那么自在，你还是要害羞一点。我就是躲远一点啊。没有啊，她在我旁边一向都很自在。是哦。好，那光汉呢？要不要再补充一下拍摄 KT 啊？那个好了，海边的时候五位也玩得很开心，是，有一些海边的戏嘛？ 对, 對, 對，你们是真的在玩吧？然后导演抓一些泼水北村的部分，就是真情流露啊，没有啦，真情泼。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大家其实默契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感觉在拍某些戏的时候，感觉好像只是。就是留下记忆，然后就是记录行为，这样记录我们的行为而已，然后就真实的发生这样。是，对啊。嗯，好，那也问一下阿米，高亚桑，我们在海边拍的那个戏啊，因为你是在看到他们玩嘛，你在岸上这样，你觉得这样台南的海滩感觉怎么样？台湾海边跟日本的海边？なんかもうキャストの皆さんが本当に本気で遊んでいて。もうめちゃめちゃ羨ましかったです。私一人だけ絵を描くことしか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わあいいなと思いながら見てました。哦，那我那时候真的很羡慕，就其他演员都在下面玩，认真玩，他们都玩得很认真，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岸上画画，就很羡慕哦，好想跟他们一起下去玩。哦，会很羡慕哦，会觉得他们真的很开心。下次啊，可以一起，我们揪一团去玩，这样子。台南，我穿比基尼吗？对，其实妍霏在里面真的是可爱妹妹担当，然后呢又有那个漂亮姐姐，然后又有很照顾我们的也是大姐姐，这样可以吗？大姐姐可以，淑仪大姐姐啊，这是我们的神户 KTV， 还有一位北村导演也是在神户 KTV， 他是老板。那大家进戏院之后就会知道他们有多可爱、多好玩。谢谢你们，谢谢。好，那我们留着康亚桑跟光汉桑，那其他三位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好，哎，康亚桑，我们先留。那我们先聊，等一下再单拍哦。好，要再问一下。啊，欢迎国际大多桑。好，那要问一下，因为大家都很期待这个 Jimmy 桑跟阿米桑的互动在戏里面，然后有那种初恋的美好滋味。好，那要因为有一个场景是大家我们首映的时候有很多观众票选很喜欢的，就是放天灯的那个场景。然后想问一下，康亚桑是第一次在台湾放天灯吗？台湾で試写をやった後に皆さんそれランタンのシーンが印象的だったというふうに皆さんが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台湾でランタン上げは初めてですか？実は私初めてではなくて、以前にも違うお仕事で台湾には来たことがあって、その時もお願い事書いて飛ばしたことがあったので2回目でした。其实我之前有其他工作来过台湾，然后有放过天灯在上面许愿，所以这次拍戏是第二次。很棒呢 ，sticky days， sticky days。然后因为有很多那个约会的名场面，包括刚刚有说骑摩托车的啦，放天灯的啦，然后还有一个在瞭望台的。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约会的场面？台湾でいろんなデートポストに行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バイクのシーンだったり、まだ展覧会も行きましたが、どのシーンが一番印象的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全部のシーンがすごく印象に残っていて楽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台湾の映画館にジミーがデートに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るシーンがすごく好きで、なんかあの映画館も伝統的な映画館だったので見れて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
每一场戏都非常印象深刻，可是最开心的是在台南的戏院，全美戏院，吉米带阿米去戏院看电影约会，然后那个戏院非常有氛围，我自己很喜欢那个地方。太好了，对，所以你看哦，阿连那个康雅祥都说，在看电影的时候，两个人其实就是约会感会那个心跳会有 doki doki 的感觉，所以明天3月14号上映的时候，欢迎大家带着你喜欢的男生或女生一起进戏院看，然后因为越暗的地方你越亮 ，OK？ 啊，台中的是台湾的boring no joke。塞一个脚就不好翻译，因为日本没有这个。那光汉桑呢？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光汉桑，嗨嗨，自己是最喜欢啊，清源小姐逛夜市，然后骑车，反正骑车的戏我觉得蛮特别的。嗯，因为其实在电影里面清源小姐是第一次骑摩托车，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这部片拍摄很多拍摄的时候感觉很像不是在拍摄，就是很像真实的发生，就是像一个纪录片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就真的也是载着他，然后介绍了啊，这边有什么好吃的，这边有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懂了，就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反而很像导游，当地的地陪的感觉，就一个这样的心态。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在台南拍戏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可爱的卡雅桑去吃什么台南的小吃吗？嗯，或是推荐他？我有啊，他好像有吃那个米糕。米糕哦，对，蛋糕米糕，好像蛮喜欢的。但他最喜欢的好像还是蛋饼。蛋饼？对。好き一番好きのものは蛋饼ですか？蛋饼一番一番。那哪一种 flavor 是鲔鱼的还是玉米的蛋饼？听说今天早上已经给他四种口味。真的假的？マジですか？マジで。蛋饼的何味が一番好きですか？台湾の台南のグルメをおこわだったり蛋饼だったりいろいろ食べ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他一番好きなのはダンピンですね。ダンピンの味、一番好きな味は何でしょうか。いろんな種類食べましたけど、一番好きなのはコーンとチーズ。あ、私はユミとチーズ。私も。あ、一緒。因为那你可以那个帮我跟他翻译说，因为台湾的美女都喜欢这个口味。台湾你们也是吧？你们也是喜欢这个口味。台湾美女は可愛い子はみんなコーンとチーズが好きです。冗談です。什么修蛋的？你说什么修蛋的？都开玩笑。我想问什么修蛋的？修蛋的。不然你问他们最喜欢吃玉米那个起司口味的，请举手。你看，可愛いの。对，一下的。啊，空中 high five， 空中 high five， high five， 不要害怕，举起手。你们也是，哇，都是美女。好，那也要问一下，好，既然这样子。这个最喜欢吃的蛋饼，然后那这样问一下好了，康雅桑，那光汉桑有没有教你一些中文呢？能不能就是对着大家说啊，对着光汉说，因为要那个记忆一下那个中文。光汉桑から何か中国語を教わりましたか？ぜひここで披露し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光汉桑向かって。変スワイ。はい、再次。你很帅。你很帅。はい。ありがとうね。はい、どういたしまして。綺麗ですね。綺麗です。ありがとう。谢谢。两位我可以进去吗？我以为这边有一个那个粉红泡泡，对不对？哦，你很帅，这是戏里面刚好 Jimmy 桑有教阿米桑的。こんなセリフでしたね。嗯，然后下午记者会的时候，我就问那个清源桑说：“那你真的觉得他很帅吗？”他真的很帅。废话ですか？对，就是台湾的一番，かっこいいさん，是这样讲。イケメン。对对对，很帅。那，还有，是不是还有学那个？因为现在那个快要到吃饭时间了，好像有学一个。もうすぐ食事の時間なので、一言。チンパオルマ？チンパオルマ？哦，对，吃饱
人吗？或者是台语的假爸爸？我说台湾做的吗？假爸爸？哦，你是学这个啊？假爸爸？我之前有教过他假爸爸。哦，终于有教一个正经的了。哎，そうですね。假爸爸，假爸爸，太阳上假爸爸，假爸，你假爸？哦，嗨，嗨，哎，很厉害，听懂了。假爸，哦，假爸，他好，他变大。那你吃什么？你加爸爸，我加啊，哇，加爸，哎，食べることありますよ。好，然后 OK， 那我们刚考了清源嗓，要考一下光汉嗓的日文，比较难一点点 ，no， 来，这是你的台词，就是拍完到现在距离一阵子了吧，对不对？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啊，嗨，现在我要 test 光汉嗓，日本語。嗯。どれくらい覚えているかっていう。许光汉日语测验第一集。大家好，我是许光汉。OK。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光汉です。完璧。许光汉日文测验第二集。大家好，我是许光汉。这个电影很好看。映画にすごいですね。你这个，你太心机了，用这种方式偷渡。好，最难的这边出的不是我出的，我能拥有梦想都是因为遇见你。啊，僕は夢を持ったのは彼女のおかげだったので。但是大家没有给鼓励，是因为你要看着清源嗓讲那句话，就是我们要重回当时的感觉。皆さんのリアクションが薄いのは。好。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すみません、来、ちゃんと三。二一 ，Action！ ごめんなさい。はい。何が？今のセリフはもう一度清原さんに向かって欲しいってことです。僕は夢を持ったのは彼女のおかげだったの。嬉しい。OK。谢谢。测验通过，谢谢光汉嗓跟清源嗓。那我们先收下麦克风。谢谢。那我们来两位单拍一下。谢谢。太好了，有求必应的主角。来，一步，你开始。来，我往前一点点。OK， 看一下正前方的官方 Santa， お願いします。Santa の黄色いベースの正中间哦，正中间。黄色いベースの。好的。好，慢慢的，我视线往右边去。那ゆっくり右手の方に、右の肩膀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手を。右手边。右手边。手を上げてる方。右手。谢谢。最右边，最右边。右のサイドの方。好，右边的。右の奥の方。右の奥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好，来，接下来慢慢往左边。左边这区。左に目線を移してください。好，这边也可以给我们一个ハト吗？ハト、ハト。爱心。ハト作りましょう。ハト、谢谢。来，左边，可爱的小爱心。左の前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回到中间。もう一度センター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再往再回到中间。手を上げてる方に。はい。饭团。好。おいしい。饭团。え、どうして？好、来。中间完之后、右手边、下面再一个。左の、右の前方に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好、那可以给我们一个勾手的吗？可以吗？勾手的可以吗？后面的，右左边后面的也要一下，好的，来。左边后面。来，来，左边后方，左边后方，左の奥の方，左の奥の方に。OK。来，左后方。左の奥，对，这边是延伸。左の奥の方。来。好，再帮我回到中间一下。もう一度センターの方、センターの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中间上面一点点。哪边需要吗？好，左边。对不起，我们先左边哦。等下再回到右边。左边。左边。好，谢谢。最好看的笑容给我们哦。好，来，我们右边。谢谢，谢谢。右に、すみません、右に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右边喽。眼神，我们一起哦。谢谢。眼神，お願いします。合体的爱心。一緒に。手。と一緒に。ハート。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对。合体爱心。一緒にハート。あ、皆さん大丈夫ですか？あ、どうぞどうぞ。あ、大丈夫。好、右手边、来、我们右手边这边喽，先看喽。右手
边好看，来慢慢往中间，慢慢往中间，中间的高一点点，中间的高一点点。センターの奥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好，慢慢往左边。嘿，谢谢。左に、左に。来右边再次右边。好，左边完之后在右边。左に往左に右。没有。好 ，OK 的。好的，谢谢。OK， 我们请哎哪边需要都有喽。好，两位，我们先到舞台稍微休息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お疲れ様です。先休息一下下哦。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用最大的掌声加尖叫欢迎张震先生。欢迎国际电影剧张震先生，但是他今天是监制的身份。好，欢迎的是藤井导演。不紧张。正中间，哎，好，恭喜！好，我们先看正中间，来正中间，来正中间哦，好 ，OK， 我们有这个导演的颜值是非常高哦。Center，OK， this， 来右边，右边，好的，这是我们的台日合作，所以导演跟监制的工作都非常的重要。那导演呢也是作为编导，好，来左边，意大利语，お願いします。谢谢。左边，好，左边下面完之后，左边的高一点。左边，奥库尼，奥库尼，お願いします。谢谢。那两位，我想是不用颤抖了吧？放过他们吧。哎，谢谢。好，那右边，颤抖。我好不习惯，我快疯掉了。张震他都啊，不要，我好不习惯。右，お願いします。张震的爱心光光，来左边。那左に、お願いします。左の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谢谢我们的伏击桑，也超级配合的啦。伏击桑都跟诺哈都刚毕业的。嗨，左边上面，左の奥の方。然后在他们比爱心的时候，我们讲 moi，Q。超可爱，好，谢谢。那我们可以上麦克风喽，谢谢两位的合作。麦克，我是什么？福吉桑，你好，想问一下，这么多台湾的优秀演员，为什么选了光汉桑作为 Jimmy 桑呢？まずキャスティングについてお伺いしたいです。台湾の俳優さん、俳優の中でなぜ周光汉桑を主役にしたの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すね、18歳と36歳を同じ俳優に演じてもらいたくて、それでやっぱり台湾でそれが一番そうなんていうのフィットしてる合っている俳優は誰って聞いたら、ほとんどの人が全員守護班だと言って、もうすぐ会うことを決めて、会って僕もすぐ一目惚れしてお願いしました。那我一开始就坚持说18岁跟36岁的吉米要由同一个演员饰演，然后我就问很多人说，现在台湾的演员里面有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然后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讲许光汉，所以我马上就想要跟他见一个面，然后见了之后也马上就觉得那就是非你莫属了。是，我们也很期待哦。那也问一下张震先生，从演员转到监制的角色，能不能用监制的角色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有多好看？我觉得藤井道人导演他对感情的刻画非常的细腻，然后欢迎大家来我们青春18乘以2这一台魔幻的爱情列车。嗯 ，OK， 那我再最后一个问题，从演员转到监制，会有哪里不习惯的地方吗？很多不习惯的。哦，今天到目前还习惯吗？到目前有比较好一点。是。对，中午有一点。不太习惯，但现在已经渐渐习惯。对，我觉得角色扮演还是不太一样。是，就监制比较在一个更超脱的立场，看他们创作者去怎么样把这个电影拍出来给大家看。那有一点其实讲有一点像监督的角色，但其实上我没有监督，我是给他们更多很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的去发挥，然后在一个很好的基底上，在一个非常棒的过程里面，大家去完成这部电影。谢谢监制。那导演能不能也推荐一下我们台湾的观众一定要进戏院看这部电影的原因？もうすぐ公開になりますが、台湾の皆さんにぜひこの映画をぜひ劇場で見る理由を教えてください。見どころ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はい、この映画は日本と台湾のその国境も越えて人種も越えてでもきっとみんなにあるはずだった青春というものを同じものを描いています。その映画の中には日本の美しい景色だったり台湾の美しい景色その中で出会ってくさまざまな人たちなんかこの臨場感を劇場でぜひ体験してもらえればなと思っています。那这部片是日本跟台湾两地，然后也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很人种的故事。那我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世代，大家一定都有经历过青春这种东西。所以在这部片里面有非常多台日两地的美丽的景色跟美丽的人文风景。那希望大家进戏院去亲身体验那个临场感。是一定要非常的期待。那我们现在要先谢谢导演，要谢谢监制。现在我们要同时邀请我们所有的演员一起到台前来拍一个大合照。那我们一样呢，请张震先生跟导演我们在正中间。哎，这个好吗？你这个不用动，没有问题。皆さんで。好，工作先生，我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刚刚导演跟大家提到呢，就是我们进戏院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了台湾的美景、台南的美景、日本的美景、东京的美景、东北的美景。看都跟导演跟张震的位置可能要换一下，对调，不好意思啊。然后光害帮我到张震那边去，啊，那可以再往左边一点。好，我们那往后退一点点，往后一步是正后方，正后方，正后方。好，位置是靠近一点，靠近一点点。那你有在看吗？靠近一点点哦。好，那一样，我们现在先看正中间，正中间，举手，举手，官方摄影师 Senta， 好的，谢谢正中间，黑白条纹的这一位 Senta 的 Oku， 来，谢谢，好 ，OK， 右前方，右前方，はい、では右の前方の方、右前方，右前方，谢谢，右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好，左前方，左前方。左の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好，可不可以全体给我一个ハット呢？で皆さんで全ハット。皆さんでハット、ハットを作りましょう。今天已经把这一身张震的ハットの扣打都用完了。左后方，左后方。左の奥、左の奥に目線をお願いします。谢谢谢谢，笑容要注意表情管理，谢谢。好，正前方，官方摄影师。给我们一张，谢谢。好，谢谢。好，小爱心，小爱心就好了。小爱心就好，谢谢。再好的你，开马上。好，现在呢，我们感谢所有的影人，像我们要来上一段天灯的道具。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はランタンをあげたいと思います。这个是史上最环保的天灯。没问题，可以对，好，再往前站，没问题。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歩前，好，那大家稍微侧身一点，侧身一点，然后那自己找一下位置。好，那待会呢，要邀请新区域全体的朋友，我们一起喊三第一集，我们一起把灯点亮好吗？一歩前，看一下，一歩前，没关系。那个张震可以靠近光汉一点点，然后一方景再过去一点点。对对对，大家都侧身一点哈。好，那导演可以再出来一点点，然后侧身侧身一点。哪方面你？是不是哪方面你？啊，天灯的后面，哎，好像可以哦。啊，看都看到张震什么？这样有点奇怪，这样有点奇怪。杨梅妈说，就是，对对对对，怪怪的。对对对，这样就好。那大家稍微侧身一点哈。来，直接看得到镜头哦，哈！导演出来，夫妻三，夫妻往前一点喽，哈！啊，妍飞，你要自己找位置哦，哈！玉芳姐，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好，我们等灯亮起来，我们再一起慢慢拍好吗？我们全场，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之后，我们一起喊票房长虹 ，OK。OK， 现场所有朋友票房唱红哦。ライティングを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一緒に三二一でカウントダウンしましょう。三二一，票房唱红。谢谢，我们现在呢，象征着青春十八乘二通往有你的旅程，这个最代表的吉祥物天灯已经亮起了。
祝福我们的电影可以票房长虹，票房大卖。好 ，OK， 我们一样呢，看这个看一下我们正前方官方摄影机。センターの奥の方のボーダーの方に。好。センターの奥の方のボーダーの方に面接お願いします。センセンター。好嘞，再来完了之后是这边右前方，右前方。右前方。这边の前の。飯屋さん这边哦。好，谢谢。好，再来是左前方，左前方。それから左に。左にお願いします。左の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台上的所有主创团队，谢谢辛苦了。我们现在留汉雅小姐跟光汉先生，我们留在台上。那其他的我们的主创团队，我们先稍作休息。我们掌声，谢谢所有的主创团队，谢谢辛苦了，感恩感恩。好，我们清源小姐跟光汉，我们。看一下，我比十八好吗？然后观看我比三六。观看十八，这种模式，我应该是八分的机会。看一下，我们再往前一点点。那个吗？哎 ，OK， 那一来点，好，不要被这个挡到喽。好，这样可以吗？好 ，OK， 我们要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机。センターの、センターの前方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谢谢，正前方。好，来右前方，右前方，右手边。右の前。好，左前方。では左の前の方、前方の方お願いします。好，左前方的高处。では左の奥の方にお願いします。谢谢。好，最后还有哪边需要再补拍的吗？哦，好，右边台本给粉丝，给粉丝。来，右边的粉丝。谢谢光。